There are those who live just a stone throw away. But somehow our paths did not lead us to say, how are you today? Hope you have a nice day. The greetings we send to someone who is miles away. Yen is the reason why we are together, sister and brother, mother and father. Yen is the reason why we are together, husband, wife, friends and lovers. In life it is Yen that brings us together. A friend I once knew only as a stranger. Life is woven with the same principle everywhere. Yen is the reason I meet one and not another. Yen is the reason why we are together, sister and brother, mother and father. Yen is the reason why we are together, husband, wife, friends and lovers. So let us sow seeds of good Yen, bring joy and peace to our fellow men. Life is short, we are told, time and again. So let us build a world of good Yen, my friend. Yen is the reason why we are together, sister and brother, mother and father. 燃灯供佛，广发愿心。台湾燃灯功德会为人类祈福，为众生助道。佛的慈光善妙，遍照寰宇众生，破除无明愚痴。台湾燃灯功德会自2014年9月成立迄今，秉持佛恩法教，集结众力，不分族我，以实际的救护行动广行善法，救助当下受苦的弱势族群。成立初期，尼泊尔发生强达 7.9 级的大地震，为了救援及安置近千百万计无家可归的灾民，燃灯功德会也透过海外救援、捐助全罩式牛津布帐篷等方式，协助安置灾民免于风霜雨露之苦。除了着手关怀皆有及弱势族群外，台湾燃灯功德会也先以多一份素食少一份杀业的慈悲理念，推广免费素食爱心便当，在海涛法师慈悲置业各地中心、道场、讲堂、书房陆续群起响应，于每月初一、十五等重要灾日，以免费素食爱心便当随缘应众之外，也先后于苗栗弘法禅院、宜兰三星大悲观音道场、新竹普元佛道院及台南中心、屏东中心等地，每周五日持续提供免费素食、广结善缘的慈悲行动。截至目前为止，在全台各地慈悲斋主的发心护持之下，所结缘的爱心便当已超过十数万个，而且数量仍在持续扩增当中。此外，在贫童助学与营养午餐的助学专案中，目前来自全台各地中小学的持续扶助个案，包括来自台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等地，更与老兵关怀及弱势关怀正主方面默默行善。
而苗栗弘法禅院、宜兰三星大悲观音道场、新竹火源佛道院等地，除了每日供灯屋常态的点灯祈福之外，更于每月初一、十五及重要节庆法会，持续为广大众生于佛前顶万灯、供万水，祈愿龙天护佑，世界风调雨顺，群生和乐，消灾免难，平安吉祥。再次感恩各位慈悲斋主的法心护持及十方善行对台湾燃灯功德会的多方协助与支持。您的每一份善款与爱心，台湾燃灯功德会将持续透过海涛法师慈悲置业的各地据点，以实际行动扶弱行善，在生命最幽暗的角落燃菩提灯，救众生苦。点一盏心灯，照亮自己，也照亮世界。护持账号：50323858，50323858。户名：台湾燃灯功德会。所以因禅定而得神通，在缅甸的住持师父80%都有这个能力啊，因为他们做一个住持要解决民间困惑，他必须用这样。但是汉传佛教呢就不能接受，因为汉传佛教你搞神通，人家说你那个和尚作怪啊。那藏传那个南传不一样，因为他是解决私人问题，所以他们法师要有禅定的能力啊，告诉你哪里痛，怎么解决，怎么那样啊，度众生的方法。但他们是 one by one， 他们是一个对一个，所以的。那我们汉传佛教讲的是大众，大众你要表法啊，所以做法不一样，不是对错的问题。所以这些你行菩萨道呢，你都要学啊，不要井底之蛙。井底之蛙，你就会批评别人啊。你了解而产生真爱。你了解哦，他这个方法可以度很多他们的啊社会，因为缅甸人很多都很穷，他很苦，所以碰到问题就去问住持和尚这样啊。啊，那住持和尚要盖庙，他不用化缘了，对不对？老百姓负责在路边拿着那个水盆，锵锵锵锵锵这样，啊，所有人停车都会投钱，不用住持法师自去化缘，因为认为老百姓认为说我们这一村有个寺庙有法师在这边，我们很高兴啊，这样啊，他这个寺庙是大众的，不是法师的，所以每个人都有义务去化缘啊。然后他们也很喜欢布施，缅甸人自己过得很穷，但是寺庙要盖得好，要贴金这样啊，自己很随便，所以这个也是很好的文化传统。真正的富有在他们的心灵布施，生活上少欲知足，所以到底是他们穷还是我们穷？我们穷啊，我们的钱是在贴家里的洋房啊，他们的所有的钱都是在付寺庙啊，最好的优秀的儿子出家。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
佛咒愿：大圣世尊，巍巍堂堂，神智妙达，众圣中王，行遍六道，体散十方，顶肉髻相，相出日光，面如满月，妙色金装，仪容挺特，行止安详，威震大千，群魔惊惶，三达洞照，昼邪潜藏，见恶必救，济苦为良，度生死案，为行周行，故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度人无量，拔生死苦，以此发心功德因缘，仰愿当今皇帝陛下、皇太子殿下、诸王眷属，从今日去，至于道场，往生为法，如萨陀波伦，大悲灭罪，如虚空藏，能远听法，如琉璃光，善解难法，如无垢藏，有缘众等所生父母，历劫亲缘，从今日去，至于道场，散行空界，如无边身，具十功德，如高贵德王，闻法欢喜，犹如无畏，神力勇猛，如大势至。又愿我等和尚阿舍离，同学眷属，上中下座，一切知识，从今日去，至于道场，各得无畏，如狮子王，影响大化，犹如宝鸡，闻声疾苦，如观世音，善能咨问，如大迦摄。又愿我等出家在俗，信师谈悦，善恶知识，各级眷属，从今日去，至于道场，解诸为恶，犹如救脱，相貌端严，犹如文殊，能舍业障，如弃阴盖，舍罪后供，等于纯陀。又愿诸天诸仙护侍四王，聪明正直，天地虚空，主善拔恶，守护持咒，五方龙王、龙神八部、悠显灵奇，各级眷属，从今日去，至于道场，大慈普覆，如阿逸多，精进护法，如不休息，远证读诵，犹如普贤，为法焚身，犹如药王。又愿十方一切愿亲及非愿亲，四生六道一切众生，各级眷属，从今日去，至于道场，心无黯染，如离异女，微妙巧说，如圣曼夫人，能行精进，如释迦文，所有善愿等无量寿，所有威神，如诸天王，不可思议，如维摩诘，一切功德各成就，无量佛土悉庄严，仰愿十方尽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诸大菩萨、一切贤圣，以慈悲心同加摄受，救护整皆，所愿圆满，信心坚固，德业日远，慈欲四生等如一子，令诸众生得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十受修禅、三愿广备，一念见佛，皆如圣曼，一切行愿毕竟成就，等与如来举灯证觉。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二。菩提心起，智慧崇光，想成念念骗诸方，就近觉商量，五体投降，回向众中王。南无离垢地菩萨摩诃萨，南无离垢地菩萨摩诃萨，南无离垢地菩萨摩诃萨。初忏：万德庄严之妙体，为离兜率以降皇宫，百福相好之慈尊，不起树王而生刀立，唯愿觉王垂慈怜悯，大哀旷济，拔智逆之尘流，法眼圆明，见凡情之恳切，上来奉为求忏众等，
修从慈悲道场忏法经当第二卷功德将完，坛内轻重出忏入忏行道旋绕，烧香散花诵经持咒，燃将二卷之功勋，作此二十之回向。一针之内，佛陀达摩僧伽，三界之中，天仙地奇水府，先生欢喜之心，见此投诚之志，心一子之悲哀，满二言之福慧，出生功德，奉为求忏众等，洗空三业，增长二言。福愿视障理障已消融，人空把空而清净，颠倒二心不住，定慧二种庄严，入不二之法门，证真常之妙理，普沾恩友，法界冤亲，或人法之两空，得无生之二忍，二慧圆明，二行圆满，悠游于法海慈航，常乐于娑婆若果，虽则依闻忏悔，犹恐未尽前程，再劳轻重，同求忏悔。梁皇忏二卷功德力，愿灭信人二语罪，清正菩萨离垢地，忏文举处醉花杯，解了冤，忏了罪，消灾增福慧，龙华三会愿相逢，弥勒佛前亲受记。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梁皇忏二卷已全周，回向四恩并三友，拜忏众等增福寿，愿将把水洗千由，离垢地菩萨唯愿哀纳受。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三，灯晃耀银黄列宝台，光明遍照周沙界，昏曲朗耀俱无碍，研磨瞻礼紫金台，燃灯佛成道，曾受人天拜。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入忏公文：三期果满，现出世之幽潭；三类化身，演南司之教海；三居右隐，今寄于三界寒林；三观成名，阐扬向三千界内；逆行顺行，无非佛事；举足下足，悉是道场；唯愿大觉，见此丹尘；上来求忏众等，起见慈悲道场忏法，兹当第三卷入坛缘起。我诸众等，乔勤作礼，恳切投诚，观想慈容，称扬觉号，奉香积之真修，谢名缘之花果，望诸佛以垂慈，赦多生之罪垢，切念求忏众等，自从无始，待至今生，三毒明心，造三有生成之古末，三空未悟，作三途苦去之因由，起三惑心，而三业迷生，沉沉隔碍，每三修习，而三业未消，念念攀缘，如残作茧，自取缠缚，如蛾复火，自取烧身，今则觉身心之是苦，醒业果已难逃，发露相于真如，乃披尘而悔过。愿佛日已当空，照幽途之苦去，究三学之资流，立三千之大觉。我心恳恳，佛德巍巍，仰叩弘慈，明勋加倍。三千世界慈悲主，百亿刹中大法王，愿开帘幕见凡情，众生有愿皆成就。祈愿慈悲道场忏法
一心归命三世诸佛，南无过去毗婆尸佛，南无湿气佛，南无毗舍浮佛，南无拘留孙佛，南无拘那含摩尼佛，南无迦摄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当来弥勒尊佛。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三，显果报第七。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前已具述罪恶过患，以过患故乖于善业，以不善业所以坠堕三途，被利恶趣，即生人间受诸苦报，皆由过去宿对因缘舍身受身，无暂停息。是以诸佛诸大菩萨神通天眼，见三界内一切众生福尽随业堕于苦处，见无色界要着定心，不觉命中堕于欲界，以福尽故受情受行，色界诸天亦复如是，从清净处堕在欲界，既在不净还受欲乐，六天不净退堕地狱，于地狱中受无量苦，又见人道以十善力资得人生，就人生中复有多苦，受尽多堕诸恶趣中，又见畜生道一切众生受诸苦恼，鞭杖驱驰，负重致远，困苦疲具向岭穿破，热铁烧落，又见恶鬼常苦饥渴，恒被火烧，犹如洁净，若无为善永不解脱。有骗福者劣得人生，多病短命，以自庄严。大众当知，善恶二轮未曾暂错，果报连环初无休息，贫富贵贱随行所生，非有无因而妄招果。所以今言为人豪贵国王长者，从李氏三宝中来，为人大富从布施中来，为人长寿从持戒中来，为人端正从忍辱中来，为人勤修无有懈怠从精进中来，为人才明远达从智慧中来，为人音声清澈从歌咏三宝中来，为人洁净无有疾病从慈行中来，为人常大书好恭敬人故，为人短小轻蔑人故，为人丑陋喜嗔恚故，身无所知不学问故，为人专于不教他故，为人阴雅谤毁人故，为人下使负债不偿故，为人丑黑遮佛光明故，身在裸国轻衣唐徒甚己故，身马蹄国着机甚己前行故，身穿胸国布施作福毁习心故，身张禄中金不人故，身堕笼中喜调戏故，身身恶疮鞭挞众生故，人见欢喜前世见人欢喜故，喜遭县官笼戏众生故，闻说法语语中两舌乱人听受，后堕当耳狗中，闻说法语心不参采，后生长耳驴中，浅贪毒食堕恶鬼中，出生为人贫穷饥饿，二十四人后堕猪豚枪狼之中，劫夺人物后堕羊中，人身剥皮食啖其肉，喜偷盗人后生牛马，为人下使喜作妄语传人恶者，死入地狱羊童贯口拔出其舌以牛根之，罪必得出
身取欲中，人闻其声，无不惊怖，皆言变怪，咒令其死。习饮酒醉，后堕废屎泥泥之中，醉必得出，身心心中，心心业毕，后得为人，完无所知，人不耻辱。贪人利者，后生相中，福处富贵，为人上者，鞭杖其下，为下之人，告诉无地，如是等人，死入地狱，数千万岁，受诸苦报。从地狱出，堕水牛中，贯穿鼻口，贯穿千车，大杖打扑，常往宿殃。为人不敬，从猪中来；千贪不恕己者，从狗中来；狠戾自用，从羊中来；为人轻躁，不能忍事，从猕猴中来；身体腥臭，从鱼鳖中来；为人含毒，从蛇中来；人无慈心，从虎狼中来。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人生世间，多病短命，种种痛苦，不可据说，皆由三业构造所得，能令行人因三途报。所以有三途者，因有三毒，贪秽愚痴，又负三恶，以自烧燃。口常言恶，心常念恶，身常行恶，以此六事，能使人生常苦常恼，无有休息。于此命中，孤魂独逝，慈亲孝子不能相救，疏忽之间到阎罗所，地狱狱卒不问尊卑，但按罪路，检效生时善恶多少，审视自首，不敢隐匿，已是因缘随业至去，苦乐之地生自当知。渺渺冥冥，别离长久，道路不同，会见无期。有诸天神济人善恶，乃至毛发无片遗漏，善人行善，祸福易受；恶人行恶，命短苦长。如是轮转，有多恶鬼，从恶鬼脱，生畜生中，罪苦难忍，受之无尽。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各自觉悟，起惭愧心。今言：作善得善，作恶得恶，而五浊恶事，不可作恶。善不施善报，为恶自招殃。莫言轻脱，立此忏法。今言：莫轻小善，以为无福。水滴虽微，见盈大器。小善不积，无以成圣。莫轻小恶，以为无罪。小恶所积，足以灭身。大众当知，吉凶祸福，皆由心作。若不作因，亦不得果。阳极最大，肉眼不见。诸佛所说，谁敢不信？我等相遇，身世强健，苟不勤学，自力行善，临穷方悔，亦何所及？今已共见一切过患，如今所说，自知其罪，岂得不舍恶从善？今生若复不能用心，判舍此行，必堕地狱，何以知之？今见为罪之时，未尝不寒毒猛烈，怀恨深重。若成一人，必欲令死；若及一人，勿见其好；若毁一人，必使陷于苦处；若贬一人，必使穷天处毒。愤恚暴害，不必尊卑；恶骂丑言，无复高下；乃至身震若雷，眼中火现。至于为福之时，善心为烈，使欲为多，莫遂减少。出欲速盈，续后且住。心既不至，日月推迁，
如是进退，遂就忘失。是之作罪之时，心气刚强；为福之时，志意劣弱。今以若善之因，求离强恶之报，岂可妄得？经云：忏悔则无罪不灭。福至忏悔之时，必须五体投地，如大山崩，乃至不惜生命，为灭罪故，殷勤督力，相与觉察。今生以来，曾经几过，作此奋责，不惜生命，汗劳人苦，作此忏悔。暂时旋绕，便生厌倦；暂时礼拜，以言气力不堪；或站端坐，复言阴虚消息；或言四体不可过劳，宜因将养，不可使困。一生皎绵，恰如小死，何处复议？我因礼佛，扫塔涂地，办所难办，且经教所明，未见一善。从懒惰懈怠中生，无有一法；从骄慢自恣中得，众等今日虽得人行，心多被盗，何以知然？从淡至中，从中至目，从目至业，从业至小，乃至一时一刻，一念一请，无有片心念三宝四谛，无有片心报父母恩，无有片心报师长恩，无有片心欲不失持戒，忍辱精进，无有片心欲学禅定，修智慧业。今世简教清白之法，无一可论，烦恼重障，森然满目。若不作此检查，以自言我功德不少，设有偏善，言我能做，他不能做；我能行，他不能行。意气高傲，旁若无人，追此而言，实可羞耻。今于大众前忏悔重罪，愿不失欢喜，将来无障。大众亦宜自挽身心，果报之真，具如相说，岂得自宽，不求舍离。大众莫言我无是罪，我既无罪，何须忏悔？若有此念，愿即除灭。且即为小失，已成大救。撇然之恨，成会变起，信与习成，难可改革。行不可纵，意不可逞。若能一忍，则烦恼可除。如其怠惰，未见嫉妒。佛法浩瀚无涯，读诵大圣经典，既能开发智慧，更丰富生命。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慈悲是最圆满、真实与清净的爱，就像一轮满月一般，圆明、温暖，并且遍照一切。佛典中说，修慈悲心的人，水不能淹，火不能烧，刀不能伤，乃至恶贼也无法伤害，魔更不能侵犯。慈悲是我们最好的护卫，有慈悲心就不会遭逢灾难。慈悲心的功德，将使一切怨敌折服与归顺。
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